真的要 encore 吗？好，我来问问看，我们朱老师还要不要再 encore 取一下？一共没问题啦。那接下来是要表演什么曲子呢？我想我们在阿里山下嘉义演艺中心表演，我们来一首最有原住民风味的《站在高岗上》。